我一个门市店收了辆报废车，你猜我发现什么？我后来去了几次派出所，说人一直没找到。嘿，师傅，你这么做没道理。你还要找吗？肯定要找。肯定要找，找不着。你还要找，肯定要找。你还要找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还搞得这么不识时务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承认？赵老，你特别想干什么？啊，十几年前的事儿，你得拿出来说。过去就过去了，你现在要兴风作浪吗？我没来，我没来的。当年是对方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不就他妈这件事情都过去了？你有什么事儿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